之后，下一站是东京，还有是首尔，韩国，就是其实我为什么做这个展览，就是维多利亚港了，就是希望把香港变成一个小小的放进我的行李箱之中，带他去环游世界，因为现在疫情嘛，他们不能来香港，我就把香港带到他的面前，让他在白布之中去万游香港。希望疫情过去之后，他们可以真的来。我觉得香港跟新加坡有一点像青梅竹马的好朋友一样，透过这些艺术品，就在心物一样，他们在从事这个感情可以重建这个很美好的感情上的联系。睇完之后觉得香港好大，我中意睇个烟花。呢个都几好啊，呈现翻50年代呢个中环街市嗰啲咁嘅人物啊，咁样都好精细啊，活灵活现嗰啲人嘅人物啊。This is amazing. Like the culture is just right here, you know. So you don't have to actually go to places to see it. It's really, really helpful for like a foreigner to see the whole Hong Kong in one.